12月26日系美国股市响圣诞节之后首个交易日，美股开盘表现亮眼。星期四截至收市，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106点，标普500系指数上涨0.5%，纳斯达克指数更加系首破9000点，以9022点收市。而此外，响佳节期间，网络购物大受欢迎嘅同时，电子商务嘅巨头亚马逊嘅股价上涨4.5%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转发了两则相关新闻，并且引述标题说特朗普股市涨幅远胜过去的美国总统，纳斯达克指数史上首破9000点。